今晚上吃汤啊，这块大梅花肉，这是10块钱一斤的，真是不错啊，这块肉啊，梅花肉大黑鸡的，这是昨天糊了一块成香的干的，完今天咱们给它烤点大酱味的肉串，应该叫肉串，叫肉疙瘩啊，留一块烧肉啊，咱要不给它留吧，这啥货？咱仨这些能不能吃了？行，这大梅花肉，我的妈呀，这大猪这是。后放，好，再来，来上，好，好，哇，这个得搁上，烤串儿的，得嘞啊！今天我得喝一口。好的，这个你就寻一寻得多香吧。来吧，我尝尝这个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的朋友，老朋友。虽然没见过面啊，都已经成为老朋友了。没算明白。哎呀！我尝尝啊，不好倒啊。嗯，整整整整整，我可不等你们了，我着急了，我都哈喇子出来了。这好吃的还需要等吗？赶紧吃，赶紧吃。这个蒜在这儿自己扒的呀。这肉绝对嫩。配两个那啥呀？啥也不用。嗯，这叫啥呀？嗯，这叫啥呀？梅花肉吗？东北大酱烤梅花肉，不往杯里倒了啊！我品品，给他们喝吧。好像是不一样啊，哈，感觉挺甜的呢。挺甜？嗯。不是有？不是那么辣呀，这个。我估计咸肉挺甜的。就感觉，嗯。嗯，好像是不一样啊，我再品品。说没有以前那么辣呀、不太一样。发现了，我也吃。劲儿不小。有点辣。啊、嗯，来。劲儿不小。快让你就嚼嚼，我这叫块大的。我回来之前，我寻思以为是放中间放辣白菜的那种，那种不要了，嗯，下岗了，放大酱。我这是模拟个在搁家烤串那个刷大酱的感觉，有味儿，嗯，差不离儿。然后换这个味儿，这味儿还挺好。这挺好。整一小口蒜，嗯，必须得就大蒜呢，是吧？嗯，要吃就俩人都吃，啊、不耽误。上班这边人，嗯，上班到那边点，嗯。哎，好，吃。呀，烫着我了。哎，孩子，跟前还有，这家远上。不是，我想。跟前这全是你的，这全是你的。中间。咱俩分开，咱分开。中间有滋味。这全是你的，这你妈的，这全是你妈的，咱俩搁这边呢啊，这全是你的。中间有滋味。嗯，滋味啊。我们要还得向中间站一下。对。远的香，近的臭，是吧？那，
今天瞅你就瞅。这压根一接。啊！你说这挂面皮的，哎，你陪我喝一口呗。不喝。嗯，你陪我喝一口。够了。够了。吃几口啊？你说不能多吃这个吗？吃一口，没事，正玩呢。咱俩也混。喝一会儿啊。对，喝一口饮料，得多吃啊，整老些呀！你俩这手是咋嘚瑟的？二斤多肉，为啥一个手拿着它，它嘚瑟呢？在家还有可这炒法，就直接给我锅炒。外油洗完，直接给我锅炒，别搁油锅里头啊，别搁豆油。那个啥呀？啊，直接炒，它会炒它到最后是出油的，但是要个啥味呢？就开始它不出油，出了那个胡萝卜味儿，就放里头了，就是跟烧烤味儿就像了。对，嗯，你小时候我就给你炒过肉串儿，炒过肉串啊，小时候不方便跟姑娘炒，整点肉，你炒个孜然疙瘩面。这个我可有印象。嗯，就模仿那个大块肉那炒。对，一吃一呀，没啥呀，你们当时都感觉。你小时候好吃没少吃啊？做的麻辣烫，给你做成功了，自己也给你做。太受限。还啥玩意儿？想吃啥玩意儿？重庆小面。嗯，对。现买料。嗯。我怎么吧？我什么？周黑鸭。周黑鸭，周黑鸭那个味儿，那个料，各种海带呀，还是卤的鸡爪子呀，卤的脖子。嗯，啥都给你整。可好吃了。嗯。啥都给你整。这哪天也应该卤点那些玩意，好久都没吃过。到现在再吃几块，真吃饱了。有点多吗？有点。一个。嗯。放出去吧。放出去吧。放虎归山。这才让我瞎用啊。整太多了，吃着不香了。其实搁家专门吃点肉串，就是孜然辣椒面子，大酱味精准备好，准备点肉，往锅里就切小块，你干扒拉它，千万别搁油啊！就是你啥锅都是火大点，你就扒拉它，扒拉糊了点。还有一种就是，就咱放炉子上放锡纸，嗯，搁那肉就撒一点点盐面啊，那种的姑娘整那个。对也挺好吃的，我姑娘整的，必须新鲜肉。嗯，他搁小东西做饭，等那小锅搁锡纸做一个，搁炉子上，等一块肉煎的。这玩意儿都给我俩尝，要几岁那是？大点儿。可能做饭的。就好。嗯，哎呀，这酒不错呀，劲儿上来了。你就看吃喝完了，难不难受？啊，这一季一看喝完难不难受，喝起来好不好喝？但反正你喝着应该是挺好咽的。这玩意儿吧，跟啥比呢？跟酒比，别跟饮料比。它跟饮料比不了，饮料好喝呀。嗯，跟同度数的白酒比。没少拿，怎么那么多？哎呦，脑中稍微有点东西，我不用。哎呀，哎呀，没少吃。最后一个不吃。别的呀，像我自己，我咋怎么整呢？你不说你就点饭吗？你知道？行。是想，真感觉好像也饱了，是吧？